看这个宾馆还挺贴心的啊，给咱们准备这么多东西。就这个啊，我上次在商场看了，这两个都500多呢。哦，那个这个啊，我一直用这个牌子的。这个是升级款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用这个牌子。人家贴心吧，人家我来的时候特意问了，就说谁跟我一块儿来，我说我姐、我妈还有我妹妹，然后人家就提前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就是给咱们用的。对，这俩你就拿着用，你不是一直用这牌子吗？对，然后这一套的话，给咱妈这个。这个是一个那个好的，拿给我看着就有档次，上档次的，这个给咱妈用。哦，你让你回去也用点护肤品。我一直就不用这个，现在呀，可香了。对，特别好闻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佳艺，这是补水的。哦，我也沾沾光啊，给你。然后你看，还有咱一直用的这个。美白的这个面膜，是吧？是的，又买又买。我这次都断货了，是吧？我都晒黑了，以前用着可白了。主要是你老是风吹日晒，那外边干活。我想说那，再买一点。还有这小白灯，我一直在用这个精华，特别好用。真好。还有这个眼霜给姐用。然后我还给咱妈准备个礼物呢，还给准备个礼物，我去拿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拿出来。咱妈这次赚大了。就是啊，我也这次来了，你看，哟，不用乱花钱，不用乱花钱，人家他买的这个还挺好看的。好看就戴，我给你戴上看看。真的这么亮？对，人我感觉咱妈适合戴这个，气质在这摆着呢。你戴上试验一下，给人家。退掉，那不能退了，不能退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一下气质就起来了，是吗？你去照照镜子，照一下看一下。哎呦，我都找不着北了。哎呦，就是好看啊！好看吧？就是，像一个那个，像一个城市的阔太太，哎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气质了？好看吗？好看就是好看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次来赚这么多。没事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带着。哎呀，我舍不得你们不要乱花钱，现在还这么多花钱。没事，你也不容易，辛苦一辈子也不容易，带一个吧，带一个蜘蛛侠，原来带过吗？我没带过，我啥都没带过。对，那就带着。挺好看的，不要摘了，不要摘了。回去了还能给一块儿在一块儿的老太太显摆显摆。是吗？回去让我爸看看。行，那我就回去了，到那儿显摆显摆。他们说，告他们说，你看，我这次到我媳妇那儿，给我又买这个，什么都买。好看，好看，气质一下上老太太。好看就好。你喜欢就好，最主要是你喜欢。喜欢是就是舍不得你们花钱。要是回去，我看我爸都不认识你了。我就不想让你们多胡花钱，咱们不要胡花钱。给你花钱是应该的嘛？你看你给我培养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。你看儿媳妇多好。娶儿子要是能娶到这么好的个媳妇儿，哎呀，没肯定能。肯定能。咱们这。就带传下来都是好媳妇儿。哎，明天几点直播呀？咱明天8点吧。然后我们7点多可能就走了嘛，然后你就在宾馆里多睡会儿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在家里就5点多就醒来了。怕你累吗？不累不累，我也给你们看看。我看看。对，咱们也去助力啊。行，我也看看。行，那明天早上8点，二丫生活直播间，不见不散。再见，再见。